那现在这个阶段最需要的其实是全民的支持，民众的支持，民众的力量，把这个力量汇集起来，才可以还给我们东海岸一个自然的沙滩，才可以还给我们生活，或者是还给我们自己喜爱的海一个它自然的面貌。就是我是城市长大的孩子，对，然后所以就是因为我在城市长大，所以我被大自然的环境造物主造这个世界原本就是这么美的一个样子会特别着迷。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从去年开始踏上台东这片土地自己旅游开始，决定我觉得其实我就有经过那个美丽湾，我看到这个景象，其实我觉得有一天我一定要为这个地方说一点话，如果我有一点点能力的话。那这时候看到这个美丽湾世界，我觉得原本我们台湾的一些觉得跟海边的一些沙地已经越来越少了，那这时候变成这样是觉得很可怜，很惋惜，不应该是政府不应该是这样做的，应该是要保护我们的沙滩，让我们沙滩有更多小朋友在那边玩才对。除了希望台北的年轻人可以把握住难得的暑假，然后在21号到29号去台东一趟，就是也算是为青年的一次壮游吧，去看看台湾真的值得珍视的地方。然后也希望就是更多的城市的人不要把台东当成一个城市，而是当作是我们同样的土地，去看一看你希望能够留下什么，你不希望失去什么，我觉得这是美丽湾的重点。刚刚看到那个年轻人台东来的，真的是官商勾结，人神共愤，有神，我们请神明来为我们保护台湾最后的天堂，这是不得已。我们曾经我们的所有的都努力的说要跟走法律，我们也要看一下法律，然后因为有很多的公务我们是在走，然后说政治的抗争怎么利用立委我们的名单也没用，我们只好做我们最能做的，就是用我们的身体去做我们能做的。